偶像剧般的浪漫招数，顺利抱得美人归。主要就是因为他那时候追到我是就是打球的时候，然后呢我就切进去，他就直接顶开，没有要让你的意思，没有让我的意思，不连话，我直接飞出去，然后全部人就说，哎，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这样子，要负责，你要负责这样，然后我就很尴尬，我还在蹲在地，他就说。10点，小星大跟班。